鄉親啊，這個中秋節要到了，很多人已經燒酒要來行肉，提醒鄉親一定要行好食。這個疾管署上新的統計，今年的頂半年，諾諾病毒的群組感染，其中有47件，攏甲食行蚵仔有關係。醫生來建議，這個帶殼的海產，一定要甲行甲開殼了後，閣加行3分鐘到5分鐘才來食，安尼才妥當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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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蚵仔壳被开，大粒的肥滋滋，爱食海鲜的人是心会开。不过爱说哩，那是无行熟，病毒可能对你食到腹。根据疾管署统计，今年顶半年流入病毒走步的人有47件，拢甲食行蚵仔有关系。蚵仔消化酸、寡特膜等等部分，拢可能出现流入病毒。带壳的海鲜，过滤这个海中的食物吼，来作为自己这个摄食的植物的这个来源，那它的这个病毒的量。甚至会是周围海水里面的数十倍到千倍。真的将过壳的海产，很是容易死的。行到迄壳开开，无代表已经全熟。医师建议上少要加行3-5分钟，才能确保食材已经有熟啊。中秋节行吧，唔能爱烦恼食材敢有熟。伫咧热天，把含海产为冰箱内底摕出来，保存时间，万拢爱特别注意。原本是冷藏或者是冷冻的食材，在进行烧烤中间，不要控太长的时间，就是不要让它暴露在这个不适当的温层太久。那另外就是生食跟熟食要分开，不要让它有产生交叉污染的。小心嘛，建议行卖时伫咧火炭顶喷几滴水，烟就较袂呛来降低。就讲风险，嘛避免那含怕那抹柠檬汁含醋，因为重金属可以造出来。加注意经济含白面膏，得让含醋的人享受团圆气氛，吃好够开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